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鄂尔多斯男孩。有个表叔跟我说，他家电视机有些问题，让我过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去瞧一下。啊，咋是表叔的？我那个家伙子他们还把俺这个，我那意思不叫我老是干啥什么来着？要升级呀！我都是啊，早上那盘磨个盘盘的。我现在讨了粮食，怎么讨了个粮食？我把好的这样。这是什么门子？我是县级粮仓的三粮。表弟，表弟。哦，我的个乖！这不像是围着情绪干啥呢？我的光干扰人家的，这个孩子啊，俺伢子嘞，都跟他两俺俩好的，他就光在石头上头。你到时石头他又是，又是俩人的伢子，又是往石头上头，又体谅。晓得人份的，晓得人份的情况。你说的情况，那我就直接告示。你小子说的没理，直接告他。这是个玩意儿，手机。激光测准你眼的还是个？你哪个的？还能用不？那老公买的呢？你们家你这样要老的家，那是这电片很多的，那样的。好，这样挺好穿。要要吃烤，要烤啥子的？你这个神经，还能用，是吧？你的卡是哪来的卡？我的手机卡。哦，在挑是吧？那差了多少？这是一到多少？一到几天两档？我不知道，我挑两根儿，我是。这上有点裂上，凉了没事。哎，我电视咋抠啊？又出现豆泡的问题了。年时还看中了还，只上一张最新的卡。你这哪是去邮件？可以了，哈哈哈哈。这不是去网吗？不要看他光上新卡。可以了。学生棒，你放心吧。你帮我考高考。好了，完工。你这车有没有？三两万。我们三两万，等会手指倒一倒。我等着，你给喊我一万，这手指都飞飞，凉了。嘿嘿嘿。我等着。走吧。我别个的，别个的肯定是收钱的，倒是。妈妈妈。等会儿我来哟。这里面都是红薯啊，麻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麻袋，二三四五六，还有这里，全都是红薯，这是什么皮？红皮白心儿的呀，没有打粉的，怎么留着？买的都是用红薯打粉做那个红薯粉丝。
不知道为什么表叔没有打粉。这里有个洞，啊，这边也有一个洞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洞口子小，里面深。这个是用来放红薯那个种的，因为红薯不能过冬，要放在这个洞里面。然后洞口，里面铺那个麦须，就是小麦的那个须子，铺在底下，然后把芋头、红薯啊放到上面摞起，码上去。把门口用那个麦须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黄泥封口，这样保温，这样留红薯种子，就是这么留的。看没有？那上面还有几个大洞。我家以前也是在这个地方，是哪个位置忘记了？我家以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弄，反正我们这个湾子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在这个地方留红薯种子。看到没有？上面的黄泥封的，黄泥封的，还有这上面有个洞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都是，里面都已经埋了那个红薯种子，放在里面，就是红薯，放在里面过冬，嘿嘿，好玩的。